据报道，胜利近来传出夜店设性招待，与郑俊英等人有营片群组，让他不得不先行宣布退出演艺圈。 BigBang 也陷入五缺一的窘境。 BigBang 入伍前曾一起上节目，当时太阳就直言很担心胜利，再三提醒要注意言行举止，等到入伍了，到时就没人可以保护他，甚至严重性表示如果发生什么事故 BigBang 就完了。基地也直言，胜利身为音乐人，但因为在别的领域找到出路，似乎逐渐对音乐失去热情，也不忘叮咛不要再当骗子了，你可能要去坐牢。昔日哥哥们的担忧如今都一语成谶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